Olivia， 乜咁早到嘅？惊塞车啊嘛，后边佢哋都 on the way 啦。咁你要等我一阵啊？冇问题，等靓女系我个荣幸嚟嘅。喂，你睇嚟好似好冇精神咁，你平时都有运动噶？系咩？可能呢几日唔够瞓啦。咦？哇！边做嘢边按摩，好识享受哦。呢排忙紧下两季嘅新装，呢几日都对住电脑，颈肩位特别酸痛，所以就听歌按摩嚟舒缓下咯。切，电脑都有得听歌啦，使唔使塞住个耳仔啊？呢个按摩器好特别噶，当你听快歌嘅时候咧，按摩嘅节奏就会变快，心情都会靓啲噶。嗯，嗱，就好似咁，音乐同按摩同步，系咪好特别呢？系真系啊，喂！咁你试过自知啊？工作压力大、缺乏运动、肌肉酸痛等等，都系城市人嘅通病。呢啲亦间接影响一个人嘅心情。只要心理或生理其中一方有问题，其实都系属于唔健康噶。听歌可以舒缓心情，而按摩特别系用拍打嘅方式，可以令人体得到有益嘅刺激，仲有通经络嘅作用。而家就有一种按摩器，能随住音乐节拍同步拍打按摩，令人嘅健康达到身心合一嘅效果。我都想试下点样同步法。音乐同拍打同步，亦即系按摩器会跟住音乐快或慢嘅拍子同步拍打酸痛嘅部位，所以选择聆听自己喜欢嘅音乐，无论系快歌或者慢歌，可以同当下嘅心情产生共鸣，自然会轻松愉快，减少肌肉紧绷嘅感觉。Olivia， 点啊？你颈肩仲有冇酸痛啊？冇咯，成个膊头都松晒。系啦，我呢排见你精神都好咗好多喎。多谢你介绍咯。有冇时间啊？我想请你食饭啊。嗯，好啊。全球首创 Osim U Papa Music Sing， 能随住音乐同步拍打，给你全身按摩体验。Osim